一二三四五，嗨，妮妮，芝芝，妈妈，你决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？我们每年是定的每周二、五、六的五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疫情已经慢慢稳定下来了嘛，然后台北市现在也可以开始内用了。疫情期间的时候，有蛮多店家都有推出一些外带服务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介绍的是外带的最终回。所以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对，哇，那所以今天计划就是调查看看最后一次的外带美食。好，虽然说这是最后一次的外带，可是其实是君品酒店他们推出的最后一次外带超值套餐，甚至打到三四折之类的。哦，所以原本超级超级贵的，然后现在是连平民也可以吃的价钱吗？没错，这一次的主角就是这个。哇！这个是炉烤美国乐眼牛排，咦，好厉害！再来，它有一些配菜，还有一些酱，还有浓汤之类的。你们猜这样子一套多少钱？哎，我看了，1500。不是，我3000的吧？那得怎么那么大贵的哦？这其实是双人份的套餐哦，那贵了。然后它的原价其实是3476。3476，3500，可他打了三四折，变成1199。咦，死过，好厉害哦，死过哎。整套套餐下来其实有大概8样左右的东西。这边它的前菜是有一个沙拉、烤玉米条，还有花椰菜、香料套 Q 橘通心粉。恭喜恭喜！那我们先从生菜开始吃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甜哦，起司的味道很浓。对，那有时候放那个梗的时候，生菜不就会很苦吗？然后它这个梗那么大块，其实也都是甜的。其实它第一道生菜，我觉得算是品质很高。对啊，那种高级的感觉。对对对。然后再来试看这个是橘通心粉。耶！哇，它的透透也太大块了吧！而且很多块耶。它没有再跟你客气的，还很厚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但是没有那么致腻的感觉。可是你不觉得它的面有点太面粉的味道吗？没有吗？母娘太好养了。啊哈哈，就只要有这样。它其实上面有撒一些起司粉，然后我就混在一起吃的话，好像会有那个就是口感上的混淆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刚刚是全部略过那个起司粉，因为芝芝不能吃起司。不过也是好吃的。它的顺序是不是喝汤呢？好，我们来喝个汤看看好了。好，那一起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超好喝。可是我自己觉得它的调味算是比较淡，水一点。可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其实是蛮刚刚好的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吃那个可能奶油菠菜吧，所以味道可以不用那么浓。但是这不是双人套餐吗？很搅拌，对不对？对，怎么只有一份而已？那它只有一碗而已，跟你退回来吃不过的感觉。不过妈，因为毕竟它也不是主角嘛，不能占到主角的位。通常那个西餐单点的时候会有这种单点的奶油菠菜，但是吃牛排前可以吃的，算是一种小前菜。我第一次听到，我也是。它比较少见，但是在西餐里面其实蛮常见的。哇，味道很浓呢。好好吃。哇，哪里好吃？它吃起来很像那个大蒜面包的感觉，是，大蒜的味道，比较强，而且那个意外的甜味，而且它的菜是我觉得够满，就是每口都知道菜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在吃酱，是真的在吃菜的感觉，这个一定是自己超喜欢的味道，很甜，很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谢谢，谢谢，たまらない，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哇，美国乐眼牛排。然后我们把他们的一些配料都已经稍微摆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切切看。嗨。
很好切，很好切，很好切。すごい。ね、而且你看，哇，那个汁，哇，这是真的是很嫩的。哎、欸，牛排应该先吃原味还是要吃这样蘸酱？我太久没吃牛排，我就忘记了。都行，都行，都行。第一口吃原味好了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嫩，原味很好吃，有那个胡椒的味道吗？嗯，很嫩的，好好吃。而且它的中间的那个汁是甜的呢。对。它其实是推荐料理方法是用烤的，然后我们家没有烤箱嘛，所以我们其实用微波的方式。我以为可能会变得比较不好吃，可是其实是好吃的。所以用烤箱的话应该更好吃。那我要不要蘸酱看看？好啊，好啊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更喜欢蘸酱的。比较甜，比较好吃。你懂不懂才配用？好啊。那我对这个蒜烤番茄有兴趣。那我吃它这个大蒜好了。すごい。好好吃。酸酸甜甜的，刚刚的那个乐园牛排油脂整个就被冲淡掉了，超好吃，焕然一新的口味，不管怎么吃都不会吃腻。超好吃。花椰菜也很好吃。懂那个印度吗？印度印度不是不是印度的是印度那个口感刚刚我以为是印度的味道。那我来试看这个玉米好了。好吧。哦，是那个鸡味粉啊，鸡味粉。那它有没有奶油的味道？有哦，奶油玉米通常也是经典配菜。它的奶油跟它那个调味完全不会打架，而且超甜，每一颗都是非常饱满。好吃好吃，它也是很棒的配菜。那你们不觉得他们基本上那个蔬菜的配菜都是有奶油的，奶油为基底的？他们通常都是什么奶油菠菜、奶油玉米，还有是洋芋泥也是用奶油去做。对啊，因为高级料理都是用奶油。对，是吧？对，每样都好好吃哦。对呀、啊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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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记得这个牛排一斤或者是两斤的价值哦。我觉得乐园牛排给人家印象都是很油的印象，但是它这个是吃不腻的那种油。对。然后其实这次推出的那个最终回的外带牛排，它是有出两种，这个的话是比较便宜一点点的1199的乐眼牛排嘛，然后还有另一个是1299的威灵顿牛排。耶，威灵顿哎，很贵吼，所以有趣的观众的话也可以去点点。那我们先继续吃。吃完了，可是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哦。哎、好像是核桃棒蛋糕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香。好好吃。而且我觉得它的甜度很适中，做一个很棒很完美的收尾，也不会影响到刚刚前面的味道。棒蛋糕通常吃起来都会有一点干干，但是它真的吃起来很松软，很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帮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一份乐眼牛排给个评价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给的评价是1.5，蛮子很辛苦。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它可以打到3-4折，所以就是连我们这些平民都可以吃得到的价位，可以用这样的价钱，然后虽然是在家里吃，可是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吃的话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。上个脸很蛮子的，很亮吧？很亮。那三个女生的话是也完全 OK 的。好，那今天频道这边结束，别忘记我们五麦美食频道每周2、5、6更新，记得要订阅一下哦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每一组画面都是很醉。你要去咪咪看一下了。印度也拜拜，印度也拜。怀抱对食物的感谢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谢谢鸡先生，谢谢猪先生，享受每一口的瞬间，多食物。